大家好啊，欢迎咧翻到嚟《芒响编辑部》节目时段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2月31号星期四嘅时间。咁今节有我许留山啦，仲有芒响铁人有机小菠萝、纽西兰二等太阳、大家好、澳洲熊仔饼真 B 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好啦，请 like 我哋段片啦，留下言，最紧要咧就系订阅埋《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正向部、嘥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啦。今次翻翻嚟啦，哇，见到好多嗰啲纷纷扰扰啊，定点啦，十二港人啊，肥佬礼啊，又上大帽山啊，又柳俊江啊，又呢样嗰样啊，哇，好多唔同嘅消息。咁啊，一年过去啦，就今日就系2020年嘅最后一日啦。咁聽日咧就假期咯，咁大家放假啦，都係嗰句啦，齊抗疫，咁啊希望盡量咧就唔好出咁多街啦，係嘛？喂，嗰啲黃圈好似有冇咩爆買日嗰啲定點樣啊？冇啊，唉，有爆買日就唔使咁多店執啦。嗯，越執啊越多喎，係嘛？咁總有人係試一試啊嘛，係嘛？拆到都要試下沙煲啦，係嘛？係啊，係喎。啊！拆佬試沙煲，日本佬都嚟搏一鋪啊！依家就係咩事咧？大家見到今節啦，嗰個畫面就講咦咩日本導演啊，定點樣啊？嗱咁啊，當然啦，阿一哥咧都曾經話過啦，有人咧就刻意英雄化、浪漫化咗呢一啲暴徒啊，佢哋嗰個暴行喎。唔係黑澤明係嘛？唔係，黑澤明已經離開咗大家好耐啦。嗱，冇錯，回魂啦！我點解咁講？因為呢個。他們經常覺得什麼太子重有嘛，那就在下面請黑澤明上來拍。我們講一下，這條友就是一個日本導演，就拍了一個所謂叫做香港抗爭的紀錄片，那就得獎。那這得什麼獎呢？我們待會再講吧。這條友有在麗色人血饅頭的，還要是海外地吃。相當無恥啦，咁啊走過嚟咧，咁啊影下呢班咁嘅暴徒啦，咁啊影咗佢哋唔同嘅叫做佢哋所講叫戰況啦，咁啊可能又推啲卡板啊，又將堵路啊，吹眼淚彈啊，著曬一套黑衣嗰啲啊，黑衣魔啊啲，即係喺度橫行無忌啊，定點樣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就叫做《香港話》嚇，咁啊影就喂黃到爆喎，嗰張海報咧都係黃色嘅喎。咁啊，影住嗰班黑暴啦，咁啊戴住把遮啊，又穿窿又爛啊，孭住個頭盔、豬嘴嗰啲定點啊？嗯，佢哋仲好開心啦，見到套嘢，哇！睇下有日本人啊，將我哋嚇抗爭嘅紀錄片用日本嘅導演嘅形式咧重新包裝啊！哇！佢哋 high 到好緊要喎嚇嗱，咁啊點解呢套片咧？佢哋可能唔知聽日咧會唔會係上網睇啦？因為呢套戲咧就話網上咧就付費可以收看。大概咧就60蚊港币啦，因為依家咧有個趨勢就係話咧，佢哋又唔出得咩街頭抗爭啦，又搞唔到嗰啲叫做文宣，又唔知做到啲乜啦。佢哋依家咧可能淨係睇啊，即係佢覺得咧自己我 keep 住抗爭啊，咩五大訴求呢啲在心底裏嗰啲咧嚇，即係 keep 住嗰度嗰個意志啊，咁就已經係一種抗爭噶咯。嚇，即係發 Facebook status 都係抗爭係嘛？都唔使呼吸都得噶。呼吸都得，因為點解咧？佢哋要喺體內啊！嗱，你講，咁你咪個人有個生命力咯，繼續咧將你心裏面抗爭嗰團火啊嚇，仲繼續喺度嘅。佢哋覺得咧，依家你有文宣噶嘛？文宣啊，呢啲就係噶啦，一息尚存啊嘛，抗爭到底啊嘛，咁你有你未歸天嘅之前啊，都係一息尚存噶啦，你咪抗爭緊咯。其實全個地球，我成日講噶。全個地球有60多日同你一齊抗爭緊噶。哦，係喎嚇，第二日可能有啲咩脈搏抗爭嗰啲啊，脈搏咧一日跳動咧都係一日咧都係繼續抗爭緊嗰啲咁樣嘅。嗱，咁嗰個導演咧叫做咩啊？掘井威嚇，咁啊嚟咗香港咁啊拍呢啲啲係咪？掘井威啊，掘井威狗女狗啊，個名咁奇怪。掘井个女字都好威嘅，掘下井都好威，就系掘你哋香港呢个咯，呢班黄友嘅井咯，跟住佢哋系好 high 噶啦嘛，就哇，我一齐咧可能约埋一齐喺度睇，佢哋通常咧呢个导演谂得太美好啦，60蚊咧佢哋买呢套戏咧，可能咧100多人咧就坐咗喺度放映会啊啲咁样嘅，你即系咧。
不過好啦，都好啦。你其實咧成本都好低啦。你嚟到香港嘅時候，咪最多喺度周圍攞個機喺度影下，咁影埋剪埋條片，跟住加啲日文字幕咧，佢就神化咗佢哋咧，佢哋好開心噶啦，係嘛？一般都係噶啦，係啊。當自己好似蒙面超人嗰啲咁樣嘛，當自己嚇。佢知佢哋知啲部分香港人咧係好崇拜呢個日本嘅，當日本係家鄉咁啦。咁啊呢個此其一啦。咁啊睇佢啊睇到呢個市場，此其二就係有一部分人啊到依家都係死心不息嘅黃友啦所謂。咁啊呢個此其二就係佢又係睇一中呢個市場，所以佢就拍到咁嘅嘢啦。嗯，就再食一轉。佢會係周庭啲 fans 嚟講句老實話。系都唔奇喎，可能系嗰啲 Twitter 啲 follower 嚟噶。系喎，系唔系话要暴动嘅咩？周庭俾人捉嘅话，老师话噶嘛？老师一个都未见啊，一个都未见啊。嗱，咁呢条片咧就全长咧就23分钟，咁依家就啲人话啦，咩国仲有国际线啊，仲有依家搞下啲文艺嘢咧，宣扬咧佢哋嗰种嘅叫抗争意志。咁呢套戏咧就合晒条河车啦。呢、這、一个导演咧睇得相当之准啊。咁呢班人一定咧會乖乖咧，上網咧俾錢咧去睇嘅，覺得哇嚇、啊，我繼續我俾錢睇呢套戲嘅話，咁即係支持咗呢個導演咯。佢會繼續啊講多啲我哋嘅嘢噶，幫我哋宣傳噶，所以一定要支持佢。我哋咁啊，23分鐘咋？係啊，我以為佢成套戲添，咁冇可能啊！仲要俾錢睇啊？你當係新聞片咁都得噶，仲短過我哋一節節目喎、啊，得嗰23分鐘。佢話我咁啊，係啊，相當先識得過嚟掘啦，所以不計公本嘅咧，不計成本拍嘅咧。咩啊？呢啲其實求啊，爭啲講粗口咁就係求咩期咧？攞部手機啊，跟住又攞個嗰啲叫做一啲比較上嗰個解像度比較高啲嘅相機咧，數碼相機其實都可以拍得到類似嘅效果嘅喎。嗱，我哋要 iPhone 都得噶嚇，你有冇成日見到 iPhone 12啊或者嗰啲廣告片咧，成日會影住嗰個人咧，拿住部 iPhone 12喺度影影拍成段片出嚟，好靚咁樣噶嘛，係嘛？拍到好似導演咁樣噶嘛。嗱，咁呢個人咧，依家就借住某啲媒體咧喺度 sell 啦嚇，又話哦，咁我呢條片咧主要記錄下咧香港啊年青人啊呢年齡嘅時間咧點解咧要走上呢個街頭啦嚇？仲話我參與製作嘅咧，亦都包括咩日本嘅香港抗爭團隊喎。啊、即好似多國有日本人喎、啊，應該嘅意思係、日本香港抗爭團咧，真係唔係好知喎，點為之叫日本人蒙住面嗰啲啊？係咪啊？哇！佢話乜都得噶啦，其實嚇、啊、叫 Stand with Hong Kong at JPN， 哇！好犀利喎嚇，即係全世界都有人同香港同一陣線啊，即係同佢哋哇都幾作嘔嘅，聽到呢啲。嗱咁依家咧呢個導演就走嚟sell 下呢套嘢啦，因為你唔 sell 咧，基本上咧嗰班人咧係唔會理嘅嚇。咩扎訪國際電影節喎，個短片節喎，喂佢哋唔會睇噶，佢哋冇咁有深度噶，係咪啊？佢寧願去大帽山都唔會柏林影展嗰度唔多國有你有睇啦，係嘛？都唔會去問咧，有嗰、那個即係法國電影節啊，佢哋唔會去睇嘅，係嘛？冇人知嘅根本就係、是、其實可能就睇。可能有人會打卡嘅腦海，你知嗰啲人嚇密切大家，哇！我睇咗法國電影節個封面啊，即係宣傳海報個封面嚇。啊，跟住即係你即係你喺呢啲地方攞咗獎咧，嗰啲網友係唔會知嘅咩？神户咩獨立電影節咁樣喎，跟住一個叫一定更加唔會啦，神户牛柳啊，佢哋都要睇下有冇得食咧，就仲會係嘛？叉燒飯都六個人一齊分啦，牛柳。看看誰咯，黃之鋒就有咯，不是現在吃咖喱飯，現在吃其他飯，是啊，還有一個叫門真國際電影節，好幾個影展就拿到獎啦，哇厲害啊，還說在13間日本戲院上映啊，那就是代表什麼啊，慘淡收場咯，現在要過回來放上網，希望你這班人幫我填氹咯，是啦，啊，這個呢、這個掘井兄咧，即係除咗掘井叻之外，真係掘金都有翻兩度喎。佢邊度嗱？咁我拍你嘅，咁你自己翻翻嚟睇咯。佢哋好 high 嘅嘛，見到哇呀，我啊呢一場咧，我有去嘅，李大衛城戰啊啲咁樣啊嘛，係嘛？跟住呢條友又話啦，佢喺嗰個電影裏面咧，那個簡介上面問什麼是自由？嗯啊。
哇！呢啲真係作嘔啊！嗱，其實你問下咩自由咧，其實 O K 嘅嚇，但係咧，只不過咧，你問嗰個對象咧係嗰班黑暴啊，係嘛？如果你問我什麼是自由，英國自由嘅空氣啊，係係嘛？幾好啊！嗬，十九隨處飄就係、是、自由的空氣。佢哋誒請嚇、啊、請埋邊，中意去英國嚇、啊，有啲啊，我哋之前啦呢、這個尋找他鄉的故事，尋找祖家。BNO 祖家的故事咧都有講過啦，係嘛？完全未去過嘅都話為咗自由個空氣咧而走咗過去先啊嘛。目標咧就喺自由嘅空氣底下咧重逢啊嘛。唔係最諷刺係佢同個菲傭道別，哇！當時聽到哇，原來你平時有慣姐姐噶，你去到外國好乸大鑊喎，大佬。係啊。Maria， 你馬台養我哋即係收收補補啊！有时候都要爬上屋顶啊，咁啊，即系收下啲瓦片咁嘅嘢嘅喎，又食鬼咩佢哋？系又铲草，系啊，不过唔知佢买 apartment 就唔使啦。咁但系好贵喎，收收补补，同埋有时候有啲嘢，我记得我有朋友咧吓喺香港咧，系连换胎车胎都唔识嘅。咁好嗱，阿曾B C，但系要分翻开先，姐姐咧就唔会帮我哋换车胎嘅，同埋屋企收收补补咁就唔会嘅。点解唔识嘅你？佢话。我哋好方便一個電話 call 你，點解要自己換啊？即係咧，例如如果佢咯，如果日例如技能嚟噶嘛，例如佢用開工人姐姐嘅咧，佢可能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就將啲換衫劈到周圍都係啊，即係可能風筒又吹完咧就劈到周圍又唔掹又整到點樣？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夜晚翻到屋企啊 ，Sir 即係翻到嚟嘅時候就邊用姐姐嗌聲 Sir 拖鞋啊，跟住俾你嘅拖鞋翻攤攤。成间屋咧，你变完魔术咁样啊，全部嘢咧还原晒啊，摆翻好晒，企理晒。如果你惯咗佢咁样咧，佢一个人住咧，几日啦，间屋咧就已经反转噶啦。系啊，即系啲衫咧一堆，成个衫咁堆晒喺地下度啦，同埋成个礼拜都唔会洗咧，一阵味噶啦。系啊，因为如果你有厕纸桶啊，用咗好多，用咗好几碌厕纸桶啊，劈晒地下啦，唔会自己掉啦，厕所好鬼臭臭啦。可能住嚟冇埋厕纸都唔知啊。冇埋厕纸啊！帮我姐姐买嘅，咁点算啊？去边度买啊？咁样即系发觉成日有人 refill 翻落去噶嘛？啲厕纸咁突然间呢啲好唔惯啦，系嘛？咦，乜厕纸？唔好意思，好似上次利大咁咯，搞到乌里丹刀。哦，系啊，应该都系咁噶啦。即系唔方便细路仔吓呢啲，永远都唔会长大嘅小孩嘛。佢问自由啦，跟住一件事啦，佢话咧，过去啊，佢话冇谂过咧。这个问题的直到第一眼我看到这班黑暴在抗争我看到一些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为了自由要去抗衡这个当权者呢、傻奸奸金是吧傻而已这个人他又识东西好东西他说哇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啊、羡慕香港这些人就是说因为他说他们日本这一代呢就一直以嚟咧，都系要做一个好听话嘅乖孩子啦。从咁啊，去香港咯，系啊，你可以去噶。啊，而家唔得，唔好意思啊，而家唔得。系佢话从来咧都唔会质疑呢个社会同埋权威啊，系嘛？即系上司叫你哋 O T， 咁就要继续 O T 吓，叫你一齐夜晚去居酒屋就去居酒屋吓、啊。我从来冇谂过要抗争啊，要反抗咁样啊。咁而家系咪有机会咯？讲句老实话，系啊，你希唔希望你日本变成咁啊？系嘛？系、哦、日本嘅江氏同埋五球啊，搞笑系嘛？喂，日本啊，你哋整污糟咗你哋啲地方啊，呢样嗰样啊，或者搞到污糟邋遢啦，即系你都唔系话 BBQ 咗个地铁站啊，即系你打整烂你哋啲嘢啊，或者呢样啲摆设整得唔好啊，定点啊？你哋都唔中意啦。日本会有 CBA 先讲句老实话，唔会啩？系嘛？系咯，嗱，咁你咁啊，继续讲啦。即系嗱，呢啲好明显咧，就擦呢班黄友嘅鞋，令到佢好 high 咧。哇，佢咁崇拜我哋，一定咧要支持佢。嗱，呢啲就我哋嘅海外手足啦，国际先。嗱，向日本都企喺我哋一边啊，几犀利！真系呕心，唔好意思。系，跟住呢个掘井兄咧，又掘多你两嘢咯。佢话依家香港啊，正系对抗紧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啊，同埋香港警察呢啲咁巨大嘅力量啊。你而家冇啊？佢而家唔识听啊！你而家冇睇下我哋嘅法庭网新闻啊？吓呢啲巨大嘅力量吓，佢哋对抗到咩？即系连一哥咧同佢哋舌战啊！
啊，都唔使用到手啦，舌戰已經掂啦，完全招架唔住啦。跟住就話喎，佢哋呢啲有限嘅生命裏面啊，為咗爭取自由，喺佢哋睇咧，哇，簡直好 beautiful 喎、啊。跟住又即係話佢哋，哇，犀利啊！我好希望咧，將佢哋嘅聲音啊傳達俾全世界聽。喂，呢啲係香港嘅醜事嚟噶。佢驚話，咦，又係講啲咩美麗嘅風景線嗰啲咁上下嘅講法喎、啊。佢話覺得呢啲畫面喺香港嚟講好美麗喎、啊。唔系啩？嗰间铺唔系你嘅，咪美丽咯。哇！炸烂咗正啊！咁放火烧，烧到轻轻含含咁。哇！好厉害啊！你年青人真系勇敢啊！即哇！我都未见过，我都唔够胆咁做啊！喂，下次预埋我啊！喂，系咪？你有听过边啲访问片段啊？话啲店铺啊，俾佢哋黑布破坏嘅，话好美丽噶，有冇啊？系咯，呢班咪人渣嚟，即系呢啲咩掘井呢啲咧？嗱，我觉得日本咧。要留意一下呢啲人，好明顯有呢個潛在嘅反社會人格啊！喂，竟然覺得呢啲情景咧係美麗喎，同我講話呢啲咁嘅場面係美麗啊，咩好感動嗰啲咧嚇，一定咧要去見一見心理醫生啊！嗰、那個有機會係咩腦症轉嗰啲第三、第四、第五集嚟㗎，呢啲係係係係冇可能嘅，根本上係咪啊？因為點解咧？你唔會無啦啦走去。覺得揼爛啲嘢、破壞嗰啲嘢，呢一下咧，原來係好有令你咧覺得好刺激啊，好有快感。血合味係嘛？你留翻嚟嗰啲咩 M 咯，係嘛？嗰啲咩皮鞭嗰啲咩 S 咩嗰啲咯，即係嗰啲俾你自己玩嗰啲好過啦，係嘛？即係越痛，即係見到呢種痛苦啊，嚇見到毀壞一啲嘢之後咧，喂咁開心嘅喎，覺得有快感啦，係啊，見到啲嘢破壞咗之後啊，係感到好似老實講喎，佢喺日本會唔會咁先？真心地講，你唔係佢講到咁壓抑咁嗱，我唔係叫佢犯罪，但係你咁想有呢種行為，咁你喺日本都可以做到㗎。本主講咯，即係你其實呢啲友仔好賤格嘅，咁你真係好明顯啦。喺自己地上唔搞喎，好鬼衰喎。系人哋搞咧就诶、去啦冲啊！即系话最美丽风景线，当去到佢嗰阵就唔系噶啦，系啊！啊，仲有一样嘢啦，喂，咁郭兆杰嗰阵时候你系拉佢，你唔出嚟帮佢讲，冇讲系啊，系嘛？郭兆杰咁勇敢吓，系吓咁嗰下美唔美丽啊？系啊，佢都系为咗佢相信嘅嘢咋，系嘛？系啊，啊都系抗争啫，有乜所谓？系咯，点解又唔得咧？吓，嗱，依家咧就话希望咧呢一套电影啊，继续咧可以喺日本国内啦，同埋海外咧就继续放映，唔得噶啦，你只可以放喺网上就得。咁等佢哋呢班人咧俾钱你，止一止蚀啦，你依家吓。啊，你同我谂嘅一样，落去其实佢可以即系好似买条 link 咁样，你想睇啊？咁啊，咩 Patreon 啊，乜都好啦，系，反正佢哋最叻噶啦，你唔识就问下你所谓香港嘅战友，系，佢哋最叻收钱，就最叻捐筹钱噶啦，筹企噶啦，系，系嘛？费事帮佢宣传喺边个网可以睇啦，等佢哋自己揾啦。如果真系自己想睇，你咪自己揿入去睇咯。不过呢啲咧吓，呢啲日本呢、這个日本仔咧，日本佬定日本仔咧，仲算系吓，佢、相当之虚伪啊，呢一啲吓，亦都相当之假。不是你鼓励他拍这条片呢，其实变相就鼓励了当时的傻人、是做那些破坏的事情来的。他是吃着香港的人血馒头、为吃着的馒头，他为他就赚钱。他是拿这些这材料来拍了一套东西，其实都不是拍，我可以说他根本就是。剪輯啫嘛，喺啲報館啊，甚至乎啊，當時啦暴動嘅時候，咪好多嗰啲 live 嘅 video、live 嘅影片，佢喺嗰度 cut 出嚟啫嘛，好多都係跟住加一啲旁白啊，同埋做一啲嘢訪問，即係揾啲香港人訪問幾個香港人咁講幾句，跟住拼湊湊咗長度得32分鐘嘅片，跟住就同你講賣你要租嚟睇嘅。原來佢係你要俾$8.5啊，咁兩日之內一定要睇，如果唔係就要再俾錢再租嘅。嗱佢就係做咗壇咁嘅嘢，咁你一個你個個去送錢俾佢使咧，就係咁啦。即係呢個掘井友啊，呢就係賤嬌格，呢個仔相當之賤啊嚇！仲話咧要近佢哋掘，
系咯，掘个井俾自己饮嗰个啦。不过跳落去，掘个井自己跳落去啦，条友。啊，不过佢哋又睇呢个掘日本呢个掘井咧，佢睇少咗一样嘢。呢个井咧，原来冇水嘅。冇错，个黄色经济圈都自己都泵唔到水落去啦，仲要俾60港纸睇呢套咩戏，系嘛？唔会噶，睇完问下有冇边个睇咗就算噶啦，或者都过咗去啦，系嘛？系啊，我睇过个 trailer 啦，我都睇咗嘅，算唔算咧？即系睇嗰个预告片啦，啱啱立一立咁啦。系真系作呕啊！嗱，咁啊，希望咧呢班人咧就都系嗰句啦，你掘咧掘到嗰啲钱好啦。嗱，呢啲咧系香港嘅伤痛嚟嘅，你要攞嚟赚钱咧，我觉得就仲即系你仲赚钱咧，你话拍一段咁嘅纪录片咧，唔系唔得，即系你记录翻当时嘅事。但系你仲要再吹捧呢一班咁嘅人咧。啊，咁啊，嗰种感觉咧，咁啊，相当之人血馒头啦。所以如果下次日本又发生啲类似咁嘅嘢咧，发生一啲社会性质嘅伤痛咧，我都想话整一套咁样嘅片啊，到时候啊，系系平平凑凑咁啊，可以啊卖下钱咁都唔好咩？影住自己拎住包花生咁样一路睇下，咁样一路拍，一路讲啊，系咯，系好，今次暂时呢度先啦。多謝大家，希望大家迎接美好的2021年，多謝大家，拜拜。拜拜。拜拜。